我们的代表林正宪哈，我们的古坑的那个乡长候选人林慧如哈，我们的县议员周秀月哈，爱三年顶的那个订立好专辑廖秋平哈，啊，咱抗议一个拿来，因为吼要三年议员吼张维正吼，啊，再来呢，我们的大毕吼，老大毕嘞，还有我们的台积的林佩玲候选人哈。上条啊，搁啊出面嘞，哈哈哈！啊，你表示讲中的啦吼。啊，咱每个朋友啊，咱各所有的党务人员吼，啊，各位乡亲士大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吼。感谢天气有这么热吼，啊，所以这个所在的可能吼，啊，对大家来讲有什么负担啦吼，啊，有什么委屈啦吼。啊，因为嘞，咱行动办公室的意思就是我们行出去，吼啊，所以咱嘛基本上社交会吼，咱嘛谈习惯。哦，就跟我们的行动办公室那个精神走出去哈，是一致的哈。啊，你们刚刚现在已经进入一些正式上路了哈。啊，每一个乡镇，咱所有上少的去一届，哈，啊，目前排开就是讲哈，差不多一个乡镇跑一个早起，跑一个早起。啊，今仔日7月13，所以差不多20乡镇哈，明仔载过一天起来哈，就全部拢行，拢第一批行开。啊，因为刚开始这是一个创举啦，虽然。不是跟民进党，我相信其他的政党嘛，赶快我们到这个举动，所以吼，我们是一个创举。那创举呢，当然就是会有一些吼，不是那么刚开始就顺了吼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就用滚动式的调整，好，比如说啊，咱的时间的安排，还是讲咱有是不是定点这个所在吼，适当不适当，还是讲吼，咱的啊对咱的用这时光吼，咱的刷案件，接受刷那个经营案件吼，啊，那个处理的这个过程。我们都采取滚动式的调整的意思，提供好，我们慢慢的会上轨道，它慢慢的会迎合我们乡亲的需要，好，啊，今天行开哈，啊，大部分的欢迎哈，啊，都很相当的热烈的哈，不管是咱家己东部这边玩，还是讲咱的乡亲时光哈，虽然东部反制的活动哈，到目前为止，哈，我也感觉是我自己打了一个分数啦，应该是80分以上哈。应该是80分以上，当然那需要吼咱真侪乡亲啦，啊，搁咱每届一点吼，啊，甲咱提供刷吼回应吼，啊，互咱会当做个上届理想，吼，做个上届理想吼，啊，所以要拜托大家吼，啊，继续给我们的鞭策吼，给我们鞭策啦吼，因为民进党呢是一个真正在地真正本土的一个政党，啊，真正和这个土地吼结合做伙一个政党啦吼，啊，所以啊，有人讲吼，迄是选举的动作必须吼，唔是啦，吼，我这是没有常态性。哦，也有常态性的，就是讲吼，啊，不管你算计不算计，我们就是跟我们这块土地结合在一起，跟我们的乡亲结合在一起，那所以吼，它是一个常态性的，哦，它是一个常态性的，吼，那所以呢，需要咱的同心啦，吼，咱就给吼，咱的朋友的吼，来去做会吼，来促进吼，来去做这个啊，咱这个。这个举动哈，这个措施啦哈，这个作为哈，它能够持续啊，达到哈啊，让我们的乡亲他对于运动啊，这个经过哈，也更加好哈。啊，这是我今天的哈，简单这个所在给各位做啊，这里简单的报告了哈。啊，同样是这个行动办公室来电哈，我后边是幕后的英雄了哈。就是我们的执行长哈，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执行长哈，我们的那个苏俊弟。啊，这个太辛苦了哈！啊，因为哈，咱的行政一般大活动是在内底啊，但是我们的行动办公室是在外面，啊，它是内外兼顾了，哦，它扮演的是内外兼顾的角色，所以哈，它是来非常的辛苦的哈。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请我们的那个执行长哈，跟大家讲几句话？好，来，欢迎那个行政。
是感谢咱主席对我这个执行长的肯定啦哈。但是我只讲吼，就是得甲咱细度食，咱今仔日所有参加会跩咱的民进党的跩参选人，真甲伊多谢吼。因为阮的行动办公室到每一个乡镇的时阵，咱的这个参选人吼，大家都非常的热烈，都有站出来。啊，咱的这个行动办公室吼，结合在一起吼，来为民众来提供服务哈。我是将我甲大家报告，因为七月份吼是咱一个示范性质吼，这个这个示范性质的时阵吼，出题的时阵吼，不只是咱的参选人，今年我们种种的支持，包括咱的民众吼，都到现场来，然后来跟我们的这个宣传车一起拍照，甚至跟我们按赞，然后或者是甚至在我们的宣传车前面呢，这个跳舞，真的是跳舞哦吼，我绝对没有夸大哈。所以，咱的加工地的行动办公室，咱开始的其实吼，我们得到民众很大的一个支持度。但是这样一件叫的支持度呢，嘛是因为讲咱在地咱所有的参选人吼，对咱这个行动办公室的支持吼，所以吼大家有看到就会跟着一起过来，对啦吼。你有没有在大家做口风吼？这一个示范的一个月当中吼，我们总共有收到三件人民的请托案件吼，所以吼。因为是刚开始，所以一般的民众可能较无了解吼。但是阮相信讲，对八月份开始的时阵，我们能够收到的这个人民的请托案件的时候，件数一定会越来越多吼。那能够展现到说，我们民进党为人民来服务的一个热忱，以及一个精准度，以及一个后续的追踪的这样一个努力，相信这啊，一旦我咱的群里面民众，我会当感受就对吼。我希望讲。用我的这个麦克风号到阮这个现场，这个阮家公伊是婚礼妹，阮总部志刚啦吼，是陈义宏吼，伊逐天拢开着阮这台电车吼，去到每个地方吼，我们来跟他让他讲一讲说他的心得啦吼，这个大热天的吼，二十个乡镇走透透吼，咱陈义宏的心得吼。好，咱真感谢咱的主委吼，前长吼，补充介绍一下吼，咱到时候选人啦吼，咱举办我是代表吼，咱大区的官员吼，选人咱的曾国宏嘛吼，嘛较现场吼，好啦，想先到咱的志刚来，国宏来，对不对？哎，有你讲你过来。咱感谢吼，咱那个主委员啦吼，今日吼，另外咱各位吼，来宾来个现场，个咱。各乡镇的乡镇市长的候选人、参选人，还有咱的议员的参选人吼，拢是现场吼，真欢喜啦吼。其实啦，今日我是做志工的身份来讲话啊，这话我唔爱讲真侪，主要就是讲吼，恁大家拢感受到这种支持啦吼。我厝里吼，差不多平均拢37度左右啦，佫无树仔头吼，阮咧执行长讲，恁就爱去找有人群的所在。我来讲，迄有人群吼，我想要拍一个壁布，你知唔知？吼，这是我的感受啦。今日新庄办公室吼，我算操盘手之一啦吼。我换汉道路，换汉道路的人就是要注意安全。我来把这台车吼平安吼推广出去吼，而且真欢喜。有我讲吼，咱李金东吼林主委吼，佮来创举啦吼，把咱的李金东吼带出去甲大家见面。带出去见面呢，唔是单见面尔，阮八月份吼。其实八月份都有新的措施啦吼，八月份的措施吼，这算讲有一个伏笔啦，当然吼，咱注意来讲，我就无阁继续吼，讲我的表现，咱希望呢，上大的希望就是讲吼，我来到咱现场的时阵，来到咱乡镇的时候，希望吼，咱的民众徛起来吼，来拿起一个赞，大家讲好唔好？好，谢谢。
对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想法，想问我们党部主委的？啊，注意去搞到。那每天平均哈，队长是你部分意见啊，欢迎大家提出来哈。啊，把新啊各各各种过程嘛哈，因为基本分都开始嘛哈。啊，那差不多到这里了，还有听了不少的意见，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归纳，很多哈，我们要做一些调整了哈。要备位分，那安排的行程哈，或者自己说才行，跟各位预告一下。那在我们的那个党部，那那些 FB 哈，那那些新来电哈，不能不能不能，对不起，啊，现在你刀郎，刀立刀郎，啊，你们只讲酒店，其他都在家，你波是光第一号，奖金没有。对不起，哈，我那地是国建哈，文东公，啊，第二波的是最南哈，通天路哈，啊，对不起，那里我那地是哈，第二波会，红星公园，第二波哈，庄艺场哈，那对不起是，那地是波中通天路，第二波是文博哈，那个客家文化馆哈，那对不起哦。观众豪风风哈，下晡四湖三天中，对面接过东四府四南中，下晡夜聊对南中，对面接到哈台西阿拉丁那个现场上果汁屋了哈，哈哈，还是有，哦，特别的旅游哈。哦，再接到了哈，那下晡吼，八月接到，吼，八月接到下晡吼，考我吼，考我那个那里的台六十一线那里休息站，吼，专台湾唯一的六十一。记者哈，阿凡大力宣传一下，刚好欢迎来的是这个行政办公室，能够为市民做更多的服务，好，谢谢，干起来。好，阿兰干起来，咱的迄个张志豪等，阿兰的以后来帮主人要大家帮忙做好，不用哈，好，那不用的请你加薪，那我们现在就呼个口号了哈。好，我呼个口号哈，好，我们这因为我们是民进党哈，啊，这是行动办公室哈。啊，我等一下喊李店长，你们就喊行动办公室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好，李店长，然后就行动办公室，然后我在想二十乡镇，你们就讲走透透喝不喝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李店长，你们就讲行动办公室，好不好？没动，老板，起立。来，我来弄，我倒霉。好了，准备好了哈，来，小姐，好了 ，OK， 好，来，稍微集中一点，李店长，行动办公室，站，立正标定，走透透，立正标定，走透透，李店长，行动办公室，站，平哥姐，平哥姐，哎，好，平哥，站，一定啊，站，站，点出那个你来。站，两个都好，两个都。别说那个阿猫，站。哎呀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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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，问这记者有啥意见无？啊，无变啊，加币啊，广东包到三千加币啦，无变动。啊，我过到先会给安尼尔，然后啦，啊，无。